主席，这个马总统到梵蒂冈去哦，这次传出说你有看到他整个出访的过程，不知道上面作业似乎蛮混乱。主席，你怎么看这个过程？就一个国家来讲，外交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只有这样的机会，台湾在国际上能让大家看得见，马总统代表台湾到邦交国去，这是一件好事。那处理过程如果能够更圆满，并且能够透过媒体让更多人民知道，这应该是要做的做好的作业。所以我们希望啊，总统府及相关的方面，这一方面都加油，让人民能够都看到。因为他就这个总统他也提到说，这个马维忠他女儿在香港的问题，因为大家对他的福安上面还是有一些疑虑。可是总统说，其实很多台湾人到香港去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这个大家的关心，那相信啊，相关的做法应该要做好。好，谢谢。